喵有卵用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有一对相亲相爱的天神蛋蛋，哥哥叫日，弟弟叫月。因为这对兄弟太恩爱，天猫觉得辣屁股，于是就把弟弟摘到了夜晚，把哥哥挂到了白天。弟弟因为思念哥哥，每逢八月十五就散发出比以往更耀眼的光芒来呼唤哥哥。猫蛋蛋祖先们很感动，于是就把每年的八月十五命名为